高雄乡内十一支小队的134名山警，因为疫情影响停办两年，今年总算恢复举办，所有山警拢踊跃出席参加，互相支持鼓励。主办单位表示，信义乡山难事件比其他乡镇相对较侪，爬高山嘛相当辛苦，感谢山警用着热情义务协助。来自信义专乡十一支小队134名的山地义勇警察，在经过两年疫情影响下，今年将会当齐做会并上台来共同接受表扬。我们信义乡的三姐真的是对地方付出很多，说到救灾救难都马上接到电话，就放下手边的工作就出去。所以说今天特别颁发了28位资深的那个队员，还有30几年的还有班花20个的机优人员感谢我们三警的各位伙伴长久以来对我们新义乡无论在治安交通的付出非常感谢他们。那在今年我们也陆续有招募了一些新的年轻的三警来加入我们的团队感谢大家的付出在新义乡能够为我们的原乡来做一个服务。会中包括在地议员全文仔、新疆州长志坚等地方民意代表也前来参加，共同表扬义官，也答应要替新营山警来争取福利。今年要马上办这项活动。好，今年一定会加码哦。今天特别，回味三年之后第一次来办理，我们看到很多的山警弟兄也期盼、也期待。尤其是在绩优的部分有的从事最久的有34年之久的三警的一个资历，那我想我也代表我们新义乡公所再次特别谢谢这些默默无名的默默付出的这些三警弟兄。担任这个工作已经30几年都无怨无悔的也都是有一有任务就放下手边的工作就参与那个救难的工作那在这边是难能可贵，也对我们的新义乡各治安还有安全都有依旧有相当大的心力。这山警都是义务出动来协助新分局的各项勤务工作，会当讲是无名英雄。今年都有新人参加，由山警加一个大超过40年经历。我从18岁开始做，我现在已经61岁了。为什么一直到现在？就是我们总是认为这是义务的工作。那山上的工作是我们自己部落我要自己维护，就是我要自己把安全，让我们的部落的人能够得到，一种很好的一个安全的地方。就是我的叔叔他们有在参加所以问我要不要一起来参加热心服务，我说好，我们就进来了，然后顺便帮助警察协助他们的出勤。然后我们有空的时候帮助我们的乡民。新乡有这热心和热血满满的山地义警，总是用最大行动力来协助警方和新乡的交通治安，甚至是困难度较高的紧急救援等勤务工作，总是能顺利来进行。记者金山报道。